感谢大家。啊，这是咱的蔡依德的亲小妹啦，吼。对对。啊，迄个蔡秋凤是因阿哥啦。是。啊，我迄天礼拜拄啊去迄个大家电龙宫，拄到恁阿哥，啊，你跟阿哥嘛行挂起腰去。对对，伊讲伊咧唱什么？迄个高粱水盆盆啊，水当当啊。高粱水盆。高粱挂一关，对。哎呀，啊，听讲吼，今仔真幸运，就是讲吼。对，咱赤洞天妖宫拄啊伫今年来做这个聚会安置的时阵吼，是啊，听讲公司有一首歌曲要写予咱的妈祖的吼，的歌曲吼，是拢想写十一年，吼啊，今年拄啊顶个月拄啊唱，拄啊做好。本来很准时，我要来顶个贵宾，咱的刘进国委员以及来江门顶议员啊，来拍拍先欢迎一下，好唔好？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好来。啊，这个这首歌十一年哦，找无人好唱。啊，拄啊找到这个蔡婷婷，才伊拄啊去录这首歌的时阵哦，啊，这条的歌词真趣味。是。啊，所以说，今仔侪人来唱，所以录个，所以会成功啦吼。有啊。啊，所以今仔真幸运，有这个妈祖的庇佑吼。是。咱拢是妈祖的这个囝儿，是。对，咱拢是妈祖的囝。对。啊，所以咱今仔这首歌都要面临讲要发行，即马落去讲台资源。就来遮哦，处理小编送予咱的电话朋友。是，这条歌已经伫咱中国大陆已经数位发行，再来就是下个月马来西亚。中国大陆已经发行出去啊。对对对。啊，马来西亚这么上去啊。嘿，上去啊。台湾那边发布了吼。嘿，台湾也无。哎呦，安尼只算头一届处理秀啦吼。这条歌。哦，安尼今仔来。这条歌吼，就艺术诶。是是。伊讲妈祖的光，温暖的光，照着咱厝外每一个囡仔。对。对，这条歌就是讲妈祖伊的天顶的光是咱温暖的光，大家对拢照着咱世间每一个囡仔。是。对，足感动的。所以这首歌超有意义的，所以你把这个故事的歌词意境哦，是让咱大家先了解一下。但你咧唱的当中无看歌词，就大概知影讲这个歌词的内容是啥。意义是啥物啊？咱若要知影歌词吼，我今天送的扇子比馆顶有咱咱浩克乐团吼，你甲 QR code 来去就看有啊。哦，好了解。对。啊，无咱即马就用上个诚恳的心啦吼，是来唱到这首拄啊顶两个月才落成、制作完毕的这个天顶的妈妈。啊，要来迄落咱妈祖的一首歌曲吼，由咱蔡婷婷来甲咱代言全世界嘞。啊嘛，就着咱姐姐在现场在贵宾，小中啦都有缘吼，来去甲咱婆声甲咱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邀请蔡婷婷来献一首《天顶的妈妈》，来献落咱今仔日只个妈祖婆吼，哎，当我一慈悲心，靠这个首歌来宣传，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更加熟悉妈祖啊，对咱这个人民的这个照顾甲疼痛啦，好不好？来继续安排一首歌听，家己来《天顶的妈妈》。
头的光，阮顶是路人的灵魂，天顶的爱，温暖世间烦恼苦，赶走了有通清气，伤心无明的挂碍。谢谢。来，多谢鼓励一个天顶的妈妈吼，这咱今仔有来好朋友。感谢大家，头一届哦。大家福气，这真正拄啊收顶两个月收入好吼。头一摆咱台湾袂发行咱的蔡婷婷新歌，这首非常出名啦吼。我在录音室的时阵啊，唱歌拢会起鸡皮疙瘩。起鸡皮疙瘩吼。对。做鬼甲你加持。真的，因为的照着咱这世间。相信这首歌你唱完之后，那种感应着，所以来比喻着你未来的这个幸运啦吼，这个歌艺上应该一路搁较顺啦。谢谢俊哥，谢谢。当然嘛，感谢咱今仔日这贵宾的呢吼，跟咱共同来参与，啊，把这首歌给天顶的妈妈吼，来献上咱现场好朋友。啊，你刚来要听无要紧，这个 YouTube 顶头来搜寻一下，应该就听得到啦。所以这是头一次，哈基米的当地咱的系统的邀请，还有着咱蔡婷婷献这首歌给。啊，来庆祝着咱的妈祖今仔这个圣事吼，啊嘛，送予咱现场这贵宾，有受着咱妈祖以及你两位正神的新春的庇佑，啊，予咱往后余生吼，啊，逐工拢会当安尼真顺心如意，啊，真快乐，吼，啊，真平安，啊，拢大赚钱，好不好？啊，无这一次，甲咱这个普华社个咱蔡婷婷的好话，甲加持，感谢者吼，祝这个幸运，哎，当予受着妈祖庇佑，哎，当个一路更加顺心，谢谢。好的，哦。到站了吼，这咱蔡依德的家己亲小妹，蔡秀芳的家己的小妹啦吼，啊，所以今仔会当机会啊，再邀请蔡婷婷来献唱这个天顶的妈妈，啊来庆寿吼，啊来庆赞着咱今仔日启动咱天佑宫吼，咱啊上天圣上天圣庙吼，这个妈祖庙的这个建成吼，有这个歌声来甲咱做一个加持吼，来继续讲完这个。